我是高意静，我来自台湾一个非常美丽漂亮的一个小岛。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这辈子一定要跟花一起工作。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也不是学园林景观，所以我就先从开花店开始。植物的心是跟你可以去连接的，所以我觉得照顾植物就是你爱它，因为你爱它，你就会去关心它，它好不好，它长得如何，对吧？所以其实还是从爱出发。大家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一定是我们讲生活嘛，就是食衣住行嘛，饮食娱乐。我就觉得说，如果这边变成了一个餐厅，很多人就可以坐下来聊天、吃饭，甚至求婚、生日，然后婚礼。所以这也是 Botanica 植物园，就是珍爱时刻植物园的诞生。说你为什么不到就是风景如画的这些乡下森林里头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像一个城市的尖兵一样，像一个卫兵一样，甚至像一个城市的一个斗士。让人到这儿可以享受，可以食用，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慢慢的他会想要学习。当他学习了之后，他开始对大自然认为，大自然是我们需要所敬畏的。因为有机的蔬菜，它其实用错误的烹调方式，其实你吃有机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就像中国菜一样，因为是高温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我后来决定它应该是一个西餐。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他就在静静地等待你，等待有一天看到了他的生命跟你的生命去连接，然后等待你有一天知道如何照顾他，你就会发现最后被疗愈的还是照顾的那个人。但是其实蜜蜂对花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们不仅是要给花它的营养物质啊，它的水分呀、啊、它的环境条件，那要给它蜜蜂就好像是要给它一些夸奖和赞扬，蜜蜂再去给它采蜜的时候，这些花就会特别特别的高兴，心里面充满了喜悦，就好像蜜蜂给它采蜜之后就好像夸了它啊，你长得真漂亮呀，你好美呀，你的蜜好甜呀。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贫困拮据的一个环境里头，我的爸爸还是养花，他养花呢不是养名贵的花，挨家挨户都有一盆昙花，因为昙花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当只是叶子的时候它非常的丑，扁扁的不起眼，但它开花的时候就是花中之王。晚上我们都已经睡觉了，我的父亲因为昙花要开的那个晚上会把我叫起床，在这么小，我不记得有多小，大概只有两三岁，就坐在那儿静静的等待花开，花开完了之后呢，父亲又会叫我换成睡衣再回去睡觉。所以后来也就是因为跟花在一起了将近要30年的工作的时间啊，我才会深深的感受到我是因为花而来诞生的，看是我选择了它，也是它选择了我，我就是花。